我觉得石兽啊、王日娃就比较 friendly 一点，非常好。对对对，新二代嘛。新二代啊，我注册我要去结婚啊，准先拍完了。拍完拍再拍走啦。照顾小孩子的时候真的没有，拍电视什么都没有。最好的是你自己真心真爱，你要用爱心去包容他。我不想我自己多两条皱纹。你儿子、女儿、老公会去看吗？看过了，有铁公鸡。好了，对对，你说的对，铁公鸡。我们都说进入娱乐圈是一场赌博，很多人熬了很多年依旧未能上位，而有些人一入行就做了女主角。今天的这位女演员呢，入行前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入行后迅速上位，可以说一时风头无两。1990年代末，她便嫁入豪门，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慢慢的她就开始淡出了影视圈。用她当时的话来说，当时没有不舍得，不同阶段做不同的事。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80年代 ATV 当家花旦麦穗娴。翠娴姐，就是我知道，就是你在亚视的时候演了很多的戏，像《铁血大奇门》《当代男儿》《摘星的女人》这些戏。那《摘星的女人》这部戏，因为我见你之前，我有自己复习一下，我看了一下，其实你的表演还是偏生活化的，它没有太夸张。对，因为毕竟是个现代戏嘛。而且我看到最后大结局，你是有一些情感的。对。然后是当时有任达华，是不是？有王和尔瓦、蓝洁瑛，还有香天鹅。香天鹅就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那个，对，其中的一个 Lancy。哎，把信还给我！写信是给阿庄啊！啊，我写信是让他死了那条心呢、啊。那你自己现在死了那条心呢？就是啊，把信还给我！哎，给。行了，出去打牌吧。蓝洁瑛现在已经不在了。不在了。其实她的事业也是不错的。不错，非常好。叫亮过五台山，对，有人形容这么形容他，对，真的很漂亮了。但后来他这个路就有点坎坷。对。桃花过处，寸草不生，金钱落地，人头不保。那段时间你们拍戏，大概有没有什么一些值得回忆的部分？拍也是。这个在《新地女人》，我是第一套在那个无线电视的，也是。他是讲三个女人的。对。很小，你看TVB 很小。有那个故事是。这是 TVB 的戏。对，这个 TVB 的。我以为是亚视。不是，是他们跟我谈这个约的时候，合约的时候，他们跟我说有一个跟还开一个片给你。嗯。因为如果我觉得如果是不是太多次了，你邀请我去 TVB， 我没有兴趣吗？还是跟他们跟我说的是我给你开个戏，对，你来了，这个条件基于跟我好了，因为时间很长了嘛。那蓝洁瑛这一块，你还有一些什么的记忆吗？跟你之间拍戏的时候，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
就之后发现那个蓝洁瑛她她也不太多讲话，因为我就是心嘛，我自己有静嘛，还是怕也没有关系，也是客座，也是愉快，也是拍完也是有些吃饭啊，也是聊那个剧本也有不同的也是我觉得石松啊黄日华就比较 friendly 一点，黄日华比较亲民一些，亲民。现在你记住也知道，他好像他女儿也出道，前段时间在有一档综艺，就是讲他女儿跟他男朋友，女儿的男朋友。哦，对对对，非常好啊。对，新二代嘛。新二代。所以你当时在演那个94版的《射雕英雄传》，应该就是你结婚前嘛？刚注册，他们跟我说拍了一个戏，我说好，拍一个戏。刚刚注册说，哎，你要拍《射雕英雄传》啊，梅超风啊，你来演对对对啊？我注册，我要去结婚啊！我说你先拍完了，拍完了再摆酒啦。好了。然后后来拍了之后也没有摆了。有摆完了，还是我摆酒的。结婚就另外一个生活了。嗯，不怕气。但那个算是你婚前的最后一部剧了。对，那一部剧，因为之前有参考的版本嘛，就是黄维慧演的那个梅超风。你以为你逃得了吗？我还有时间，现在不杀你，你想怎么样？哼，就算你倒霉吧，要不是我那个徒弟这么久也没带人来，我就不会出来找替死鬼了。但你那个梅超风又是另外的一种，所以你当时是有看那个戏吗？还是因为那部戏真的也很红？我有83年的版本，我有看了，我有。但是你又有用自己的一种方式去诠释这个人物，不同的方式。能不能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物，你是怎么去诠释的？我看那个剧戏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压力的。剧本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应该是差不多，还是我看你有在船上，在一个吃桃子的那个。对。还是打那个武打的时候，有是不同的。应该你知道，第一个版还是83年，还是94年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不同了，就尖头啦，拍摄的手法了，有一点不同。是，还是这个有一点点啊，八坡啊，什么什么。嗯，我自己也是怕那个对手也有不同了。我真怕你不来。傻丫头，我答应和你生死一搏，我怎么会不来呢？马德忠，他是第一部，他是在这个他第一次演戏，应该是。他的第一次是跟我拍那个射雕英雄传，是跟你拍的，应该是第一次，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后来有内地去发展的不错，对，还是对。我自己拍那个，我不太大的期望，因为我有些担心我的演出比钱，你知道，还是拍了中期以后，我就不太想去考虑了，怕自己演这个苗超风就自己了，不是你不应该跟别人啊，想象别人怎么样演，我是演我自己，演你自己，自己有没有每一个演员你有自己的风格，不同的，有这演自己的风格，还是好不好也是观众是给意见，是，对，因为本身金庸剧《射雕英雄传》。它就是一个经典，又是一个大家能够接受，而且很喜欢看的一个戏。对，所以我觉得能演到这个角色也是一种很幸运的事情。幸运。那有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你就做全职太太了嘛，然后结婚生孩子。对，那个时候你是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会再回来，还是说还是想还会等孩子长大我做再回来？我在照顾小孩子的时候真的没有拍电视什么都没有，这停就都是找你就拒绝，
因为太小了，那个孩子，啊、一人一个，一个两个，怎么走了？没有走了，一个没啊、可能有机会，两个一起，两个的是都不请 baby， 不请别人，还是自己凑小孩子比较好。对自己去带照顾比较好。对，因为我不想错过我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比较好建立一个妈妈跟他们的关系比较好。嗯，所以当时拍拖是六七年以后才结婚的。对，所以你是怎么遇到这个真命天子的？最传统的是相亲，朋友介绍的。朋友介绍，对，真是朋友。我介绍一个男的给你哈、我生日，你在。来开这个生日派对、我介绍我的好朋友，我的同学，介绍我的人也是演员柳莹红，歌星那个，他是也是拍也是唱那个电视节的主题曲，电视剧的主题曲，对对对，嗯，也是他介绍。崔姐姐，其实你现在我们近期已经开始演妈妈了，以前是演少女，对不对？开始演妈妈了。那我想问你，这样一路走过来演这么多各种各样的角色，其实你刚刚有说到有喜剧的，然后还有正面的、反面的，我相信也一定有。也有，对，有没有现在你还想再尝试的一种角色，还想去试一试的？有没有这种？有。想演什么？也是我，因为我出道的时候呢，他们都觉得我比较成熟，还是演比较那种啊什么警察的 Madam， 对对对，还是我自己觉得我也可以搞笑了，也可以搞笑。我想那个尝试，再尝试。对，我们知道你其实，在去年也在演一部《南北一家人》，两国一家人，一家亲，一家亲，然后今年又开始演《难兄难弟》，那个去年也开始演了，对对对，对这两部。这次难兄难弟里面你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也是一个比较餐厅茶餐厅，对对，我是一个有钱的女，嫁给一个小资人，她后来开了个餐厅，那个餐厅我是常常都是跟她憨琴，就一点点的比较铁公鸡，对对， 你说的对，铁公鸡还是我跟老公说，哎，怎么你看上个月的员工嘛，我跟你看钱嘛，怎么比较斤斤计较的一个老板娘。好了、还是我是爱我的老公，还是有就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就是看钱跟他看钱，因为我是有钱，我老公是没有钱嘛，还是看多的钱，那看多的钱那你自己的怎么。所以这个舞台剧到底是一个儿童题材的还是一个成人题材的？因为我看到里面非常好多小孩子，好多小孩也是每一个家庭看的比较好的、这个教育意义的，教育意义的，对 对一家三口看最好了，对对，你儿子女儿老公会去看吗？看过了，有还是最后我是改变的、最后是大团圆结果的、比较好，完美结局，对对对，我是改我直接不好的东西，是本节目由亮星影视独家冠那崔贤姐，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其实是一个贤妻良母的一个典范，那你觉得其实做好妻子好母亲有没有什么一些秘诀可以分享给我们这些观众啊？我自己觉得呢最好就是你自己真心真爱真的耐心的去付出，还是不用你去太刻意，还是有一点，好像小孩子，小孩子又是小的时候比较顽皮啊，什么跟你斗嘴啊，一小小的跟一定有反叛期的时候，你真的是耐心的包容，
那个考验了，真的最后的是自己头大了。哇，什么他不听你说什么什么，真的你是个包容。最生气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说，他是小孩子，他真的没有遇过这个经验，还是你要用爱心去包容他，跟他在最火爆的时候，你就不容跟他再火爆。过一段时间，你到明天，火爆碰火棒就不好了，大家的关系都不好。但是你也是第一次做母亲，第一次做妻子啊，你怎么会懂这些啊？也是慢慢的开始，还是看一些书，还是通过一些别人的一些经验去领会到的？对，我自己的性格也是我自己的火爆的。哦，你是火爆的？我小的完全看不出来。我小的时候我是很容易就很快，我就做事很快的。不有耐心的，还是急性子？没有，对，急性子，还是我自己，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自己悟出来了。我自己，你去没用的，别人没不知，你就走去，他都还是坐着，没关系，没用的，还是我自己就想去悟出一点道理，而是你去包容，你去被。他知道你想什么，你得上子都只要是去看一些事情，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自己。对，还是这个事情以后你跟他说，那你昨天怎么如果你自己的身子你只有包容怎么你就会看事情远一点宽一点，不用太是怕火爆不好，对事情解决不到什么事情。其实这个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能够体会得到的。对，也是我跟我老公相处一样的不可以他说什么什么我听。对，因为夫妻之间是最容易去吵架的。对，我自己哈，我自己悟出这个道理的是你包容你不争他第一时间去吵没用的事情，往后跟他说哎，你昨天怎么啊 ？OK 啦，没关系啦啊。所以，我有一个好头。那样会不会太假了一点？我有一个好头衔，我就说，如果大家就只坚持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跟你吵，受限了，拜拜。我不想我自己多两条皱纹。啊，你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哎，真的吗？真的，你这边就很透，对，对，很轻薄的一个肤质。他就知道了，我身上我的老公就知道啊，对，不要有两条皱纹走出来，他就不说了，他自己的就见你漂亮，不用。但是我是觉得你跟你丈夫之间也是比较合，因为如果遇到一个不是那样子的男人。你这样说他有可能还会再跟你再继续追讨，还是有这样的人的，那就不行。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夫妻之间是要双方的去包容了，原谅最重要。尤其过渡期真的如果你结婚一两年的时候就最容易去离婚啊，分手啊，就是因为有些朋友说的第一年就是纸婚一张纸的纸，还是我自己就觉得这是包容，它是不是忍让，是包容，跟他翻译。忍让又是另外一种。对，包容他。就是我好惨、啊。还是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意见，我有我自己的立场，还是大家口同传意，真的，还是如果你是我什么什么，我都这么没用了，事情解决不到了，还是你包容，还是大家可以接受，大家建立。就可以。第一次见到麦翠贤，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觉得麦翠贤从过去的一些影像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这样的一个女明星，同时呢，她又是嫁入豪门的一个富太太。但是针对于这个嫁入豪门四个字眼，她其实是会有自己的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麦翠贤她私底下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简单的母亲，一个简单的妻子，在于如何和丈夫相处，如何和子女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上面，她非常的清楚自己如何去做好妻子和
妈妈的这样的一个两个角色。她跟孩子相处有自己的一个相处方式，同样她跟丈夫相处同样有自己的一个方法。泰戈尔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之间出现。还是非常希望过去的这位女明星依旧能够带给我们新的作品，希望她是一颗永不被泯灭的这样的一颗星。好了，多谢晒，多谢，谢谢你，多谢，好快好快，下次见，下次见。感谢新浪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亮星影视独家冠名播出，香港屯门贝尔特酒店、香港艺苗会、香港紫蝶芭蕾舞音乐学院、上海火车站特约播出。欢迎下载新浪微博，关注打开天窗说亮话官方新媒体，参与新浪微博话题互动，获取节目台节目后更多精彩内容。亮星影视。